有两个超可爱的颜色，一个是我身上的米色，一个是黑色。我提醒各位，两色都超好看，你一定要看完才有办法做选择。因为呢，它的米色是配上绿色跟咖啡色的一个线条小花，黑色的话呢是配上紫色的蓝紫色跟白色的小花。好，来咯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它中间呢、这边是做一个可爱的包扣，好，不会到太透，然后呢也不会就是小件，它就是做一个大概小蓬袖的感觉。那我们看到袖子是很大的宽裕空间，所以呢 SML 都可以穿之外，我觉得最舒服的是腰，因为这次的腰真的我们今年都经过改良，在松紧带方面都超舒服的，在夏日的时候不会就缩的都是哦，然后不舒服，53公斤绝对可以。好，然后呢弹力非常的好，松紧织带是做这种比较宽松比较舒服的，让大家不要这样挤在上面的感觉。那上面呢是走全雪纺，下面也是全雪纺哦。白色最常被问到透不透，其实它里面有一件安全内里，但我还是建议各位，大家都很担心很活泼嘛，来我们呢其实随意搭一件白短裤、提花裤、安全裤在里面都可以。我觉得我这一身装扮啊，其实跟3-5好友去逛个街吃个饭，不论是拍照视觉效果，我觉得都很 OK、黑色搭牛仔外套啊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修身的一个很好看的一个颜色配色。好，所以呢其实洋装每次都是这样，就是很难选。